王源回应被催考主持人证，考不了我还没毕业呢。新浪娱乐讯，9月23日，新浪娱乐独家专访明日创作计划召集人王源花絮曝光，被问到是否有认真考虑去考主持人证，王源透露有去了解过，但好像考不了吧，我还没毕业呢。谈及最近听到的不错作品有什么，王源称是陈奕迅的《不期而遇的夏天》，直呼写的巨好，都听哭了。